产业形象老化，铜路进来进少，股价一年落过一年，运动做唔得再个安尼下去嘅。下礼拜三，集团会开董事会改选，一定要请个专业嘅经理人团队来负责运动嘅转型。Jennifer， 大家好 ，I'm Jennifer。之前盛景集团的转型案就是由我和我的团队操刀的。这次我们也对安东集团做了充分的研究。我在对安东进行研究时，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：公司常年拨给基金会的款项十分惊人。基金会除了经营安东女篮之外，却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成绩。这半年追加的预算甚至超过了其他部门。我很好奇耶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们是，那是因为安东女篮扬言要代替海风代表中华队出战，却不了了之。大总法这个事情呢，不是我上无清楚啦。上礼拜，俺对海风个比赛确实没赢了呀。亚洲名人有说的，不过球员唔肯，所以才有良心嘅企业球团嘅两吹吼，爱就无勉强咧。我先到公司，先到球员参详，就太主太一讲嘅打。亚洲嘅证件嘅问题，节省两吹，唔抵啊唔抵，讲法唔算法，对只企业嘅伤害有极大，公司嘅股价。落个2%，唔知啊退不卖嘅意思嘛？公司股价本单就有起有落，两趴，两趴还算的合理嘅范围底背度啦，两趴。光你一个念头，买新闻、买网军，公关花费一个月就200万。你觉得这样真的值得吗，杰森科长？跳拜抢有款五人给人的运动，要拜几台湾给人都值嘞，怎么会不值得？杰森，唔值，我不记得攻击少那运动的名言，点一种风神，跌挡下。阿 Q。一只石头呀，人工的附身量，那也是流量啊。有几多人爱，就会有几多人恨。韩国要交宣传费，那董事长用给七家的 TP 费呢。You know what I mean? Special 啦，冇用到配个预算，肯定有乜嘅好冇欢喜嘅。杰森科长。这些年最明显的亏损，还是要从杰森科长您当年策划的泡面算起。任何一个未经专业评估就一意孤行的提案，都有可能会害公司倒闭。接下来，我也会努力让安东保有家族企业的向心力，而不是家族企业的迂腐。爸。你怎么会同意阿 Q 去请个嘛个经理人啊？哎呀，这样子啊，来答应你去打总法吹，你咪无想到事情会变到安尼，连股价咪天天都加咯。你阿 Q 啊，讲个无唔错，下礼拜啊，董事会就要改选了，那要先分啊，大家有信心。我阿 Q， 哎呦。喂，唔对，你外地啊？崔森科长到啦，请坐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谢谢大家今天过来，时间宝贵，我就直接说重点了。今天早上公司进行董事会改选，新任董事长将由罗副总经理接任，
同时董事会也做出决定，由于女篮连年亏损，所以今年联赛打完过后，将跟各位解约，作为及时停损。什么啦？之前不是说只要打进冠军赛就可以？都讲好的事情，为什么变来变去的？之前公司是怎么做决定的，我不清楚。不过既然公司改组，又下定决心要企业转型，那这就是必经的过程。何况早上所有董事都点头同意了，包括蔡前董事长。房都在你做嘛改啊？杰森，养多年，总系廿八老人出师傅。来，自家嘅师傅，自家出。冇个意思啊，有咩难哦？唔乱出去睇噶，真梦到要按多年对公司的付出呀，喺公司对不起唔到，唔乱出去系爱实力嘅，多见又系爱老嘅苏铁去。我答应唔到，我一听会好好处理这三个事情，唔会亏欠唔到，请唔到相信我，我用我情绪解散唔乱吹，我比大家各行各业感恩。先梦到你一三年，爸，唔飞到留低挨啲基建飞机 V 嘅 work tech 唔难哦，唔难嘅三日基建飞留低还要乜计好？爸，唔敢啲，唔喺 V 度挨。唔过，挨金本就讲唔出感情啊！金钱泡面嘅时节，挨手讲过，挨做得处理，唔信，唔过老挨做接听，吓吓咩嘿？挨啲唔懂识挨，唔过唔从来就冇真心相信挨啊！唔敢有好好看过亚威。也是看一下街道开下杯褪色的球场线，唔应该唔记得咧。不过啊，亚威亲做其实系体育馆，体育台按唔到唔乱。就是几多差不多一十米啊，去挨啊，老媒体啊，宣布外面五浪无人看的差一眼，球杆把你晒到三脚下，一米啊，我就拿来做床铺，一切都。唔对外国转嚟，讲起咩乜嘅战时中心啊，亚非章要拿出来用，给你啊，我要看到咧，安东唔乱，第二篇接受采访，我出题，拿来给做一道。所以啊，你韩流的安东，研究韩流机会，韩国接班安东，
也争取你的座机。很荣幸啊，爸。我行起唔小心啊，希望。我可能结果记着讲，记爱吃条路嘞。记得，你反共太了嘿。嗯，喊你输东西。真理人呢，就爱怎样的谈判，爱问清楚对数上的马解。唔对啊，加下贴心泡泡的咧，韩哥用一扎，万说一扎，算你火啊！唔是笑啦，用人嘴唔会结散，唔对的合约会继续行，也就系挨个。Let's dance。你很难过。唔系，系喺聊票子。小陈哥，唔使，人都已经结束。唔怕啦，聊票子啊，咩会个起起来哦？一下给冲掉咧。Get your dance! Woohoo! Woohoo!